丰收看《老三讲过，今天們来今日咪来继续讲，大家做回来讲耶稣的故事，啊，耶稣讲啥物呢？耶稣讲种啥物著收啥物，啊，即句话足出名嘛吼、哦，所以你看咱咯、哦，那种啥物著自然发啥物，啊，所以咱若讲一个人咧，说叫做种补下生菜瓜，伊是讲毋爱奇怪，啊，我种菜哪会生迄想无咧吼、哦，我甲你讲啦，即拢毋是上界高深诶学问啦。 今日给大家讲耶稣的故事，讲一段上界高深嘅学问。耶稣讲一个亚净一个比如啊，耶稣咧讲的是虾米？耶稣讲吼，汝毋通叫汝一日净虾米著收虾米，汝要看啥？看图，哦，美格底家，毋是经济嘅问题，毋是汝净虾米嘅问题，是汝即粒净。 落伫虾米土？你看看土啊想看麦啦？咱野种吼，那一粒种也咧今仔日咱这里拖卡弄地帮弄茶帮，干袂发？袂发。啊你若讲我野种也咧外口高速公路点么加？干袂发？袂发。我野种也咧阿摩土，干袂补叶？ 所以耶说讲，讲出来，朋友，你要有一个观念，人生有一个观念，毋通讲我种什么收什么，毋是安尼，无遮简单。人生一个高较高深学问，是你种咧到位，哦，你若种伫咧足歹诶土内底，拢袂发。所以若农业专家拢知啦，当然种爱好即边讲啦吼，土我那都爱好。 啊，即、这个土若要好吼、哦？要爱爱个松土，吼爱压肥，土地爱休困呢，咪毋通野个臭呢，啊！所以爱好好护即、哦这个有好个土。啊，然后你嘛买用去找即个足好的土、啊、个土吼，啊来放咧遮吼，来饲即个土养土啦，土还爱饲呢。我即个早毋知,知？哎、啊，你去到国外吼？哦 拢有花园啊，爱种花哦，咱才知土有分呢，好土歹土差足济哦。迄土若歹吼，布出来吼，啊，变死变死安尼啦。土若肥吼、哦，哇、哦，一种出来吼，结实累累。所以也所以用一个野种诶，比如，你讲吼、哦，有当下你讲一句话，你讲话足有道理，啊，对方无甲你听。 迄著敢若也种也咧种业的土，啊、哦，有第二种，讲你这毋是土的问题啦，是吼、哦，一脚即个甲你食去啊，你这个经济都抑昧不业的吼，即个甲你食去啊，啊，这个讲啥，著、就是我甲你举一个囡仔，你甲教书，你甲教教育一个新诶一个观念，啊，诶朋友啊，甲带歹去啦。 叫歹朋友叫引诱、啊，叫魔鬼叫死去啊！呢，啊！第三种呢，迄土吼、哦、伤浅，所以布也真紧哦。看起来哦，变大变大，无啦。迄是他拍个呢，拍两竿啊，死去啊。迄如何压起呢？也死去啊！啊，啥呐？土无够浅，所以耶稣咧讲的比喻也好。 啊，讲耶稣咧讲诶道理也好，足切咪啦，啊！所以咱人甲人之间，你爱这里，最主要你即个托爱非常非常诶好。你咧教囡仔嘛是共款，你即囡仔托吼爱先处理好。毋敢若老师好，老师好无好啦，朋友爱好啦，哦啊，朋友好嘛无教啊，嘛嘛无教啊，爸母爱用心，因为托那边好吼。 是即个农夫吼、哦，爱用足济工夫，正用心，哦，啊，顾即块土地，哎，顾了好势。所以咱做爸母的人共款哦，恁囝恁若顾了无好势，敢若讲送去学校，好诶学校，请好诶家教，迄拢有限啦。最基本是咱做爸母诶，咱即块土，咱顾了怎好势？嗯 做一个成功的爸母，都、就是用足侪时间在培养伊个囡仔，啊，不是生气只儿仔，生气只儿媳，不是，是用足侪时间哦，教伊囡仔培养感情，学伊囡仔感觉讲爸爸妈妈足疼我，啊足温暖，啊，我一个囡仔感觉讲吼、哦，我足被了解，我一个囡仔感觉讲吼，有人有人足会当教我分享。 啊！我想要讲啥，我拢会当讲互伊听。简单讲啦，一个囡仔心理健康，迄著是一片足好诶土啊。所以呢，用安尼比如来看，敢有可能，人原原本你哩块土好好，啊你无讲好好个过，过个正常咪是啥咪？有无？有啊。我看到足济囡仔，其实是足好诶囡仔。 迄个本性非常个好，爸母较歹啊！爸母用毋对方式教育，后来即个囝仔偏差去啊！哦，阮囝有一个同学啊，往遐管啊，我足艰苦心。伊伫咧细汉时阵哦，拢逐个做伙佚佗啊。我知影伊是一个好囝仔，家庭背景啊，爸母伤无用、啊，无照讲，迄块好好啊，土无去种造，放咧互烂。 大汉了，交歹朋友，吼、哦，往里海关，啊、哦，阮较早拢有咧做干戈，干戈诶工作，吼、哦，你莫叫是干戈内底，拢安尼开头百变诶，逐个拢足歹人，足这种足善良诶人，都一时糊涂交无好诶朋友，去互拖累去啊、哦，去互吸收去啊，啊，都、就是父母教了无好啊，啊，而啊足可惜啊，哦，虽然看着讲。 阿阿布之间嘛是共款即个现象，你敢知？迄人为了毛都给力诶时，阵，人喺好土呢，人本来温柔体贴、足贤惠呢，啊，都嫁蛋了，咱糟蹋家呢，糟蹋到三四十年了，迄土安尼规笼打打打去,啊,、這個、去啊，啊，即个糟人已经无耐性，无方长时间糟蹋，啊啊，无信心啊、哦，已经完全毋是以前拄嫁力。 迄个足可爱吼，足温柔，迄、那个人已经走尊去啊！即拢是咱所看到对即个世界的悲剧。所以，前面比如耶稣咧，甲咱讲即个，比如讲即个图，即真要紧，毋是甲咱讲经济好尔。当然，耶稣咧讲即段是咧讲福音啦。耶稣是咧讲，咱要传福音，要将即个天国嘅道理、上帝公嘅道理要讲互人听。你道理讲了足水亏，无毋着，啊，人就无想要甲你听。 啊，现在无想要甲你听，我饮足醉嘛。伊个朋友拢在食啉嫖赌，拢咧佚佗个啦，拢南山朋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即、这个人，伊即日咧甲你听的时，阵感觉讲啊，真感动，我想要学好。连伊散会，结束尔，人电话都来啊。哦，啊，人就来来就来啊，啊，就行下来，你嘛来叫小姐，你安尼。你哥安尼认真甲讲吼，你无改变伊个环境吼，系无效。啊，有人是足感动，足感动。 即时啊，无人继续解关心嘛、啊，无人解关怀，无人咧顾即地土啊，啊，日头少拍起来，小可拄到困难咧，伊就无爱啊，所以耶稣咧讲这个道理嘅时阵，就是咧讲，咱人嘅世间，你嘅心吼、啊，都跟它一片灰黄，你知你的啊？你嘅心吼，跟它一土地脱地啦，你甲己咧顾好势哦、啊，保守你的心，喏、啊。 毋通我即度杂草，拢总入到你的心，啊，嘛毋通互遮鸟仔乌白来你，呢遮冇采你种格嘅死去，拢叫蕉仔甲哋食掉去。哦，啊，嘛毋通伤过操劳，互你的心伤过操劳，就变做种虾米拢袂发，啊，因为你的心已经忝啊，哦，你的心啊已经焦去啊，啊，所以虾物是信仰？ 信仰都是用上帝顾咱即地产，信仰都是拜托上帝甲咱安慰，信仰都是用上帝诶即个真理来顾咱的心，哦，互咱的心会柔软，啊，互咱的心吼会敏感，啊，互咱的心会知影讲要安怎样对待花开啦，对待即即个一出日落啦。 对着大自然哦，会当产生反应啊，够感动，啊，够感恩，哦，啊，会讲讲感谢的话，啊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毋通小可代志烦恼甲要死去，啊，毋通只敢嘴咧讲话，拢咧讲抱怨的话，啊，毋通只敢碎碎念，你安尼人挡未牢哦，所以咱即个新的花样，咱在看，啊，都无啥花啦，拢全草啊，对无？咱都要种植咱的新产。 我咱心中即个花鱼哦，人经过时阵讲，哇，那会遮呢水，人想要甲你讲话，人想要甲你做伙，人想要甲你做,做朋友，哦，人感觉讲甲你做伙，我学真济，安尼。所以，对即个社会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，喏、哦，即、这个则叫做信用，啊，即、这个是耶稣意思，信用，毋是去教会坐，他仔做礼拜，哦，啊唱西讲，迄宗教仪式哪样啦？啊，真正诶信用。 都是咱诶人生，即块土地开出真美丽诶花蕊啊！然后耶稣最后讲：“讲你呾即块土地是何里咁在？”，迄一粒种子哦，一粒落去发出来吼、哦，三十倍、六十倍、一百倍，吼、哦、百倍个修行。即个咱人生角度系高嘞啦！亲爱朋友，唔茫理我人生吼、哦。 是百倍的修行。我直接你人生行到尽头，你也干嘛讲上帝？啊，我实在是一个足普通的人但是你我的人生是百倍的修行，是不是啊？呢，安人生叫记得哦、啊。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，我直接继续收看耶稣的故事。